请开始。这句话的地图出现在地图十点钟方向的，就是紫色的人族乞丐；出现在地图五点钟方向的，就是使用暗夜蓝色的莫恩。还好这是一个晚点钟的位置，那么对莫恩是有一些优势的。为什么说还好呢？如果是近点的话，我想伊斯盖的性格他肯定会从我们一边去参与对方。无论是近点还是远点，我相信乞丐都会用他最擅长、最为精彩、有他性格、具有进攻性的第二流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屏幕。你可以看到双方的手。看一下莫恩的手。莫恩的手好快啊！而且非常的长。
而这位大法师把鞋给了娜扎之后，现在是没有鞋，被跟我们业者追杀。这个 A 字美眉被在顺利追杀完毕。现在呢也是来到中间，和我打架。好，我们看现在。没枪过了。他是刚才想追杀那个剩下的 AC。他手机来了，你让手机来了。我招出了，招出了提醒大家。对，是这样。并且把鞋给了大家之后进行骚扰。莫影加攻，换下了一个提醒。就是背啊。看来还是不打算用第一时间出球。好，这边双方开始进行交战。但是以兵力而言，现在云珠还是有一个优势。木文好像放弃了这一次骚扰，回家休息。接下来必然是木文的第一视角操作，木文的切换边对非常非常的快，这边是 Sky 的第一视角。好像是准备全 MF 那一出3322的碟。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憋着一口气啊，准备下那一道逼迫流程。对，非常期待。看一下这位反光牌的方法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覆盖非常专注的操作。龙王一波流。覆盖已经把龙兵编好了队，再一直接一推摁过来就行了。